want to share how to make a Disney princess hairstyle, and it's in following Elsa's hairstyle. And there we go to start. 嗨，大家早！今天很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绑一个迪士尼公主在《冰雪奇缘》里面的 Elsa 的发型。哦，在绑之前，我先来分享一下，这已经不知道是我第 N 次绑了，因为这个公主她本身有发流的问题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她很明显的发流。在第一次绑的时候呢，为了想要让她的发流很明显，所以呢我就把所有前半部的头发逆梳，然后呢绑出来就哇塞，怎么那么丑？真的是当下觉得说天哪，我居然也会绑得出这种发型。然后后面陆续是不是太细。就是感觉起来太扁，没有那个蓬松感，就是觉得哪里有点落差，所以呢就是一直不断的在那边重录。对，然后呢所以呢到最后我就放弃，就是放弃的点是在我觉得说当下因为头发你梳太多次了，然后它本身的蓬松度已经不够了，可能比较抓不出那种感觉，所以呢当下就决定好，那我就去睡觉吧，就去睡觉。睡觉之后呢，因为人家说睡觉完不头发都会比较乱糟糟，然后就是会比较有蓬松感。好，我就睡了一觉起来，现在又来再次挑战，希望这次能够成功。那我们开始吧。